水国外派三太子表演，一开始就带动了关区新春团拜现场的气氛，加上民族歌剧团的气势，甲财神爷来个现场带来祝福，让现场更加充满了吉祥甲喜气。今日是春节假期结束后的头一天上班日，为了欢喜来迎接金龙年，南投县政府特别在县府大厅举办了盛大的新春团拜活动。除了县府以及主管郑元刚，其他包括县内工商店各界代表来宾，以及多位乡镇长也拢踊跃出席参加。我们总共放了九天的假，比以前还长一点。但是在这九天里面，我看到南投县到处喜气洋洋，大家过着非常快乐的新年，而且都会非常的平安。那确实南投县在李县长领导县政府的团队这六年多的时间大家有目共睹，确实做得非常的突出。那我想在行政院吴敦义院长对我们南投县政府整个团队也赞美有加。我代表十三乡镇市长在这里过去感谢各位的支持协助帮忙，那未来还是要在这里恳托乡镇市乡镇的推动，需要我们县政府大力的来支持协助。预备拜年，敬祝各位龙年行大运，财源滚滚进。关掉这条天阿婆当然现场大家也不会好见，互相祝福新年快乐，并希望金龙年南投县的观光跟农业会当更加发展。我们未来大家在各项建设、文化艺文活动方面，大家继续的来努力，让我们继续推动观光和农业的行销，让我们南投县再见愿景，我们会继续的努力。为了让大家在开工的头一天会当讨一个好彩头，关掉这条轻阿婆也特别在现场来发送小福袋啊！因此，光复大厅是吸引了大批民众专工前来排队领取，气氛是相当闹热。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